连胜文抛出了这个移走宜宾改建公营住宅的构想呢，那么房仲业者对这样的构想，他们说一定是大力多，预估台北市的民权东路到建国北路这边房价应该可以比现在涨个2到3成左右哦。不过也有业者认为当地还有庙宇、高架桥等等的不利因素，补涨效应应该有限，不同的看法都提供给大家。还有不晓得大